中先可以話巴黎終於都到春天，巴黎春天帶俾我嘅係好嚴重嘅鼻敏感。其實我都唔知係唔係鼻敏感，因為我呢幾個禮拜係今年先開始，呢幾個禮拜每日朝頭早起身，我成個人就好似靈魂出竅咁樣，即係我會不停咁樣打乞嗤，然後啲鼻水如果唔嚟嘅話，係可以流到成塊面都係，然後對眼擘唔開啦，流眼淚啦。但係據我自己所知，我係冇一啲花粉敏感嘅歷史，所以我可能都要真係去睇下醫生，睇下發生咩事。我依家講嘢都係勁有鼻音。除咗鼻敏感之外咧，巴黎春天仲帶俾我一個好大嘅優點，就係喺街上面大家都中意除低佢哋冬天好厚重嘅外套，俾我可以大飽眼福咁樣睇下巴黎嘅靚女係點樣著衫嘅。大家諗到法式穿搭，可能會諗到碎花裙，諗到貝雷帽。呢一啲固然係一啲好經典、好 stereotypical 嘅法式嘅 item， 但係其實法式穿搭最講究嘅係佢必須要簡約啦、舒適啦、優雅啦，一個好平衡嘅accessory 嘅配搭啦，好平衡嘅顏色配搭。大家如果嚟過法國旅行咧，就知道法國係一個好熱衷於要將佢一啲歷史嘅文物保護得好好咁樣嘅一個國家。佢唔似一啲亞洲地方，好追求所有嘢都要好先進啦，望落係好高科技、好現代、好宏偉咁樣。喺法國甚至係成個歐洲都好，佢哋追求嘅係要將歷史上面所有有價值，無論係真嘅價值定係情緒價值、歷史價值呢一啲嘢，好完整咁樣保留低。譬如話斯特拉斯堡嘅火車站，佢已經舊到一個係你唔去重建係冇辦法使用嘅地步。但係即使要重建，佢哋嘅方案都唔係將成個火車站拆咗重新起，而係喺嗰個有好多年歷史嘅火車站出邊起咗一個玻璃罩，將佢成個保護住，然後繼續俾大家使用。啲法式穿搭風格都係咁樣嘅，佢好好咁樣保留咗歷史上面曾經流行過嘅一啲元素，可能係海軍風格嘅上衣，可能係頭先講嘅水花裙、貝雷帽。但係呢一啲單品佢係基於一個你自身嘅 wardrobe， 係一個好簡約、好平衡嘅 wardrobe 上面，再加埋一啲 element， 先造就到佢想要嘅簡約優雅嘅效果。如果你一味就係將所有你諗到嘅 item 全部拍曬上身嘅話，咁你就會變咗 Emily in Paris 入邊嘅 Emily。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覺得法式穿搭其中一個最正嘅優點，就係佢永遠都唔會過時。我哋唔會諗到話十年前嘅法式風格，依家仲啱唔啱著；二十年前嘅依家啱唔啱著，一定係啱著嘅。反而有一啲其他嘅流行風格，譬如話 Y2K， 佢係十年前流行過嘅，但係五年前你再諗翻就覺得佢好靚。依家流行緊，五年之後你再諗翻都會覺得好老土。可能大家會對法式風格有興趣，但係未敢去嘗試，是因為在 social media 上面見到很多法式風格的穿搭 KOL 全部都是很瘦很瘦啊，瘦到很有骨感啊。但其實我覺得法式風格正正就是最對於身材沒有要求的一個穿搭風格，因為它最重要的 keyword 就是要落落大方，要舒適，要對自己很有自信，要穿得靚嚟取悦自己。所以如果話呢一個穿搭好揀身材，手臂肥啲嘅唔得，個腰粗啲嘅唔得，屁股太大嘅唔得，咁就係正正同佢呢一個 keyword 大相徑庭。法式風格係好講究平衡，佢要喺一個好平衡嘅 clean fit 咁樣嘅一個 wardrobe 上面，再加入一啲好有特色嘅 element， 要有適量嘅顏色配搭，適量嘅accessory 去做點綴，適量嘅妝容去襯托。所以只要你足夠有自信，其實呢一個風格係一定可以駕馭到。唔同身材嘅人著法式穿搭，一定都係好有個人嘅風格、個人嘅韻味。譬如話，我即刻諗到有大家會好 stereotypical 覺得法式穿搭就應該係咁樣身材嘅 Jean Dames， 好高、好瘦、條腿好長，然後又會有細細粒嘅代表 Gemma Yulin， 佢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法式風格嘅 KOL。再嚟又可以有好似我咁樣有肉地嘅，譬如話
KOL Hanna Tainik， 我唔係好識到佢嘅名字，因為佢好似係荷蘭人。法式風格在於喺一個 clean fit 嘅基礎上，用點綴嘅方式去帶出個性。譬如話，你可以著一條露肩嘅白色長裙，百褶的裙身，再加上舒直的螺旋紋，是很有飄逸的感覺，再加上高級的材質去提升它的氣質，就很容易可以突顯到你想在它上面再襯的其他配飾，譬如說是皮帶、高踭鞋，又或者如果你對於你的腰部線條是有自信的，你可以穿一個有 corset 的一個 top， 這個 top 是 100% 真絲，有一點 crop top 的感覺，去拉長你下半身的比例，它的細節都是非常精緻，譬如說這個四分之三嘅酒，所以只喺下面再加一啲好 basic 嘅单品，一条阔脚嘅牛仔裤，一对 Mary Jane 嘅鞋，其实呢一个 outfit 就已经好完整啦。法式穿搭入边可能最常见嘅颜色就系 navy blue，navy blue 真系春夏秋冬都唔会错嘅一个颜色。呢一种裙我哋叫做 portefeuille 嘅裙 ，portefeuille 喺法文系银包咁样嘅意思，因为银包可以折埋一齐啦，传统意义上嘅银包都系你会将佢折埋一齐，然后根据你腰部嘅粗幼可以调。自己去綁帶，同樣是 100% 真絲，但是它非常之輕薄輕盈，不易炒，外面加一個大地色的 trench coat， 再加一些 accessory 做點綴，可以突出你的氣色。又說回 trench coat， trench coat 真的非常之百搭，再加一條長褲和法國女仔人手一對的短 boots， 是一個無論通勤也好，出去玩也好，都非常之適合的一個 outfit。 最後一定不可以說漏的就是法式的水花裙，顏色鮮豔的法式水花裙走到出街真的非常之 eye catching， 加上一對巨紋再去行山都不會累的 Birkenstock， 都要再加任何其他的配飾都已經是很完整。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法式風格是講求要落落大方，不在於取悅人哋，是對於自己的舒適度和顏色上面的和諧度有很高的要求，所以適當的露膚度都是可以在法式風格的基礎上面很大地提升自己的氣質。譬如說如果你是屬於四肢線條很漂亮的，那你可以穿多一些背心或者背心的長裙，又如果你腰部線條很漂亮的話，那你可以穿多一些貼身的或者甚至是露肚的。頸部的線條是對於氣質來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好像我這樣條頸比較短的，我由小我爸就跟我說話，真的不好意思，你遺傳了我和你爺爺頸很短的這個缺點。所以我喜歡穿要是 V 領，要是這樣一字肩，這樣可以放大這一邊的露膚度，就會顯得條頸的線條更加漂亮。所以聽到這裡，如果你都對於法式的穿搭開始覺得有興趣，不知道怎樣入手的話，就可以根據我之後要推薦給大家的幾個牌子開始參考。第一個就是 Hoosh， 可能是現在法國年輕人想到法式風格第一個會想到的牌子，它是一個法國的 KOL 叫做 Jandamas， 它自己的牌子來的，是一個屬於顏色比較多樣化的 stereotypical 的法式風格，而且它有一個優點就是它 size 的 range 非常之大，不過我覺得它的價錢相比起它的用料和材質來說有少少貴，性價比不是最高的。之後就是 Cezanne 是我冬天會比較 prefer 的一個牌子，它冬天的冷衫嗰個用料是非常之好，然後風格都很靚，這個很温柔很知性的風格，而且它做折的時候那個折的程度是非常之大，大家可以等它做折的時候再入手。 Lilysilk 的話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面料，它是 100% 的 Soie， 就好像我開始說法式風格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個基調很和諧很平衡的一個 wardrobe， 所以 Lilysilk 的面料再加上它的風格都是行一種知性優雅的風格，我覺得很適合作為法式風格的基調。 Lush 的話我覺得它是一個成熟適合通勤的一個牌子，但是有很多人會將它形容為藍髮的風格，如果要說它是藍髮風格的話，它就會是一個顏色比較兜的一個藍髮風格。 Contour de Contourner 是我之前非常喜歡的一個牌子，你可以將它想像成法國的 Uniqlo， 裡面很多很百搭很基本的 item， 然後顏色的 range 都非常之大。 Surf 就會比較特別，不是我的風格，但我都想推薦給大家，它是一個行大地色系的一個牌子，可以說是結合了法式和日式的風格，我覺得可以給一些平時不會穿開顏色鮮豔但又想試下法式風格的人，有這個牌子開始都不錯。 Abyssin 就是韓國遊客很喜歡的一個牌子，它的風格都我可以說是結合了法國和韓國的風格，比起它的衣服其實它的手袋是更加出名，每一個系列都超級百搭，不同的顏色適合不同的季節，是你可能不會買但是
一旦買了很難只是買一隻這樣的牌子。Un de Trois 就是一個比較平價的法式牌子，有點類似 Zara 的感覺，但它整體的風格是很 diverse， 每一季出的衣服那個數量都很多，適合學生黨去看看。最後我想說，我推薦法式風格給大家，希望給到大家最大的啟發是穿衣服真的為了取悅自己，不是為了取悅別人，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自信，保持對靚的追求。今天這條片就去到這裡，我們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恭喜，拜拜，拜，望過度，望過度。